梁正琦 Toby 喺12月诞下仔仔 Roman 之后，经常都会喺社交平台上面放 BB 嘅相。年初一仲一家三口着住家庭装出门口拜年添。呢日 Toby 就分享喂母乳嘅相，仲非常大方，系正面照添。果然鬼妹仔性格系 open 啲啊吓！而家每一日佢都留喺屋企度喂奶同照顾 BB 为主。除咗自己喂之外 ，Toby 话如果可以泵到多啲嘅母乳，仲会俾埋老公一齐喂添，可以增加父子关系咁话。Toby 又写咗一大串文章赞颂母乳嘅好处，最尾就顺便分享埋泵奶器嘅品牌俾各位妈妈知添。